不该觊觎他。火种拥有毁灭一切的力量，特别是你，叛徒。我绝不会让火种落入军团的手里。生日快乐，一起喝两杯。来喽，两碗寿面。趁这赶紧吃啊，小姐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也要收摊了。改天吧，真是扫兴得很。老雷，你有些日子没来了哟。你是不晓得啊，老熊他整天待在屋里头，也不晓得在忙些啥子哟。哦，差点忘了。我给你准备了惊喜，给你介绍老熊的得意新作 MCI 通讯仪。有了它，追踪定位、实时对讲都不在话下。样子是故意做旧的，跟当年咱们小队用的款式一个样。农民请注意。农民请注意，速到川味面馆为雷德文庆生。重复。别闹了，快吃面吧。哎，就是啊，老兄你低调点噻。大爆炸之后啊，一直不太平，又是宵禁，又是查军械的。哎呀，这个日子啊。怕什么？军团那帮铁狗，蹦跶不了几天了。最近我干了票大的。把铁狗的增压机系统给黑了。老雷，一起加入组织，咱们俩再干一票大的。干，跟铁狗干得有当年的家伙呀。哟，老雷，咱俩想到一块儿了。那个铁拳我已经替你修好了。别再折腾那堆废铁了，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。什么废铁啊？虽然我没法让整个装甲复原，但至少那个铁拳……你们小声点儿，最近风声那么紧。已经六年了，就算你修好了那个拳头，又能做什么呢？都过去了，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。老兄，依我看，现在确实还没到时候，再给他一点时间吧。已经六年了，难道他要逃避一辈子吗？怎么回事？老熊惹事了，刚刚铁狗啊来面摊把老熊抓走了。哎呀，这是老熊的东西，我给藏下来了。搞不懂你们老兵的东西，交给你啊，我就放心了。这机器还能工作，我看看能不能定位老熊。火箭还是飞行器，信号是新的飞行器。老熊被抓到火炬塔了。哎呀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凶多吉少啊。我是没听说过哪个农民能活着离开火炬塔的，这下哪个办嘛。我这就去火炬塔把老熊带回来。你真的要去冒这个险呢？你知道的，老熊是我在火炬城里唯一的朋友了。这个东西是老熊留给你的，他说你会用得上。
旧城区，火炬塔在东北方向。来的兔崽子，在宵禁时间活动，抓住他！别挡道！干嘛非得守着这破增压器？还不如我们充电。这是一只大笨熊黑了咱们的系统，现在全城的增压器都不让用了。那笨熊不是已经被抓了吗？再不让用，我就快没电了。那你就闭嘴，还能省电。缺少地图数据，看来定位功能还没有恢复。呼叫老熊，老熊，我得立刻去火炬塔。
哎呀，是雷哥！这小哎，熊叔被抓那事儿啊，已经传开了。你背着个这个大家伙，是去救他去吗？哼，你小子消息还是这么灵活，我要去火炬塔，指条最快的路。哎，明兔不说暗话，火炬塔外啊有个排风口，借风力上去最快了。 这通讯仪是熊叔的杰作吧？哎，雷哥，你借我瞅瞅呗。给他标好了，我亲自抄录的地图，只送不卖。谢雷哥上次救我一命。这通讯仪的定位功能，老熊没少问你吧？嘿嘿，雷哥一眼就瞅出来我跟熊叔的小秘密了。 大力神，大力神！
一瓶下肚，整夜精神，包你一口气能上火炬塔，只要10荣币，附赠绝密新闻。小雷，我来一瓶。比起大力神，你的八卦消息更出名。我有事。回去找个消息灵通的，打听钻头的下落。先得弄到变形钻，才能上火炬塔。回去找个消息灵通的，打听钻头的下落。长官，大力神就是掺了水的胡萝卜汁儿，我一个卖假药的哪敢藏什么军械呀。军械我这儿有啊。捡回一条老命，这年头军械的生意做不得了。老王，哪里能找到变形钻？嘘，小声点儿，那玩意儿可是了不得的东西，组织之前派五师傅去铁口那儿抢过。怎么，你也想找变形钻？没错。肯定被厉害的铁口守着呢，你去找武师傅打听打听，他准知道。从我房间左侧的暗门下去，就是武师傅他们的落脚点。谢了。武师傅也真是不服老啊，得亏我的大力神呐。你也来一瓶补补，你救了我，不收钱的。
师傅，宝刀不老啊！哈哈，原来是小雷。你找我有什么事？我是为变形钻来的，听说五师傅知道他的下落。原来如此。老兄被抓了，我必须要拿到变形钻才能上火炬塔。不管多危险，我都要救他出来。难怪了。 你连当年的机甲铁拳都背起来了，组织曾劫过那钻头，最终失败而归。如今，铁狗严加防范，贸然前去，无异于送死。你远离是非多年，如今身手如何还未可知。里间有几个机械傀儡，先去热身，我先教你个一招半式。 不错，仍有当年王牌机师的风采。你这机械拳，潜力无穷，我这招蓄力重拳，正适合你。这招只是小技，铁拳毕竟是机械，想增强它，终究还是得借用军团的机械之力。 若你能找到数据磁盘，便能学到更多招式。磁盘？嗯，适才我也是听那铁狗所说，他们的区域首领极恶也在下城区，他身上就有磁盘。五师傅，时间紧迫，等我先救了老熊，再去拿磁盘吧。小雷，并非我小瞧你。 以你现在的力量，断无独自深入军团的可能。唯有先除去极恶，证明你的实力，我才可放心告诉你钻头的下落。好吧，我这就去找极恶，拿到磁盘。方才我教你的蓄力重拳，除了制敌，还能砸开城区里铁狗所设的隔离门，你应该很快。 就能找到极恶。嗯。
自己饿，他会数据磁盘，再将无师傅打听算头下落。
区，不少毛虫荒谬的地方。我小时候在这儿散步，没见过。与我飞拳！Come on.
我回来了，吴师傅。施以长技以制夷，用磁盘和这台机器能够帮你更快领悟。这一次，我看你应该先学跃升拳。 拿到更多磁盘，就能继续解锁机械之力。上回我们劫那变形钻飞国，铁狗们便把钻头安置在发电站的最深处。看守的机械怪极为强大，绝非简单的拳脚功夫能抗衡。然，你有这铁拳助力，又习得了新的武艺，也许可以一战。切记。 不断磨砺，日益精进，方可畅行天下。多谢武师傅教诲，我去了。右侧内屋的暗门用跃升拳打开，可以通往发电站。万事小心。 欢迎光临老钱的店，既然是武师傅推荐来的，就给你打个八折吧。别小看这些货，都是我用正当手段、花大力气寻到的稀罕物，以我老钱的信用担保，品质一流。老鼠的信用，彼此信任，买卖才能做大，所以我早就退出蜀邦了。老话说得好，道不同。 多谢惠顾。
没见过这样的高手。 是什么地方？有军团最强的防卫兵器，再厉害也得揍趴下了。哎，别废话了，赶紧开阀门，都等着恢复供电呢。
真刺耳，一定是吴师傅所说的机械怪了。替你报仇，你可以死而无憾了。